我要怎么去表达呀？就是敏感词不能说，是不是啊？嗯，那我就这么揉给你们看吧，这么揉可以吧？就像我一样的，我今天都没精神。对，有时候人觉得哇，好像身上压了几百斤的重担一样，就感觉整个身上、整个人就很有压力，就很有那种情况下，知道吧？姐姐们可以去喝一点。哎，平时经常就那个姚宁姐姐喝了很多年了。他是懂得保养的人，对，真的，你直播他是懂得保养、懂得养生的人。你直播子粉喝的非常好的，比如说经常我们这里晕乎乎的，哎呦，这里哎呀那啥的，大半夜的，我们一惊一乍的，你们不明白，就是一惊一乍的，知道吧？姐姐们都可以把你直播子粉喝起来。晚上经常数星星，那啥的，睡不着，然后醒几次的，真的尝试一下。老年人那个什么压高了的，就是挤，对不对？什么什么糖小糖人呀、小高人呀，那些都可以喝起来，真的，明明丽丽非常好的，知道吧？您家的豹子粉多少钱一斤？这样子吧，姐姐们，我直播间都是老粉，都是铁粉，有没有人啊？怎么推荐你们真的可以去喝一点？没有喝过的可以去喝一点，喝过的您更知道这个东西要喝起来，对不对？啊，我们每天就喝那么一小勺。拿50度的温水冲水喝，而且它有一股菌香味，是不是啊？想哥喝过了，我就不喝了。有一股菌香味，比奶茶好喝，只是没有那，只是不甜，它就是不甜。如果你想喝甜的，我们可以放点那个蜂蜜，放点冰糖，但是我不建议放。说实话，这样子它是有一股醇香的菌香味的，真的非常好，知道吧？和上次也是美女佳宁是豹子粉，是不是？真的非常好。这样子直播间的姐姐们，喝过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喝一下尝试一下的姐姐们，扣个一。今天阿祖们给大家上一波比较给力的，好不好？扣个一。你们可以马上去超市里面看一下，真的。但当然我没有礼盒包装，我有一说一二说二，我没有那么精美的铁的那种铁的礼盒包装，但是我卖的是好货，卖的是真正的好的东西，我卖的不是那个盒子。卖的不是外观，我卖的是质量，卖的是品质。今天扣了一的姐姐们，五个人扣一了哈、啊，扣了一的姐姐们，这样子啊。阿朱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点，给的你们都知道的，我不是说哎天天的开播给大家卖的，过年了嘛，是不是？那过年了也得呀，自己的铁粉自己来宠，你们宠我，那我也要宠你们。六个人扣一，六七个人扣一，几个人扣一，我只上几单。几个人扣一，我只上几单，啊，多的一单我都不上。今天晚上直播间姐姐阿姨们，好不好？我直接半斤的给你们，啊，超市里面的那个是超市里面三两一百，反正一百多少来着？我说的是一百六十个，他卖389，没有489，他卖160克，你说是哥啊？他卖389三两，他们说是今天我直接这样子半斤。给你们250克半斤给你们，扣了一的。刚刚我看到有人说在别人直播间，刚刚我哪个哥哥说的，说在别人直播间188元买的，今天我们直播间我们直接给大家的是一个过年的一个价格，直接多少钱给你们，半斤给你们98，来要的姐姐们扣个一。扣了一的多少人扣一，我上多少单，多的一单都不上。哇，什么？虽然我只是一介女流，我只是一个农村里面的农村妇女，我也不是农村女孩子，哎，小女孩那些啊，一个农村妇女。但是我有一说一，二说二，说是多少就是多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来，十个人扣了一，我直接给大家上10单，98半斤包邮到家给你们啊，姐姐啊，准备扣了一的姐姐们去拍哈，来，给大家上车。晚上经常数星星，经常起来几次的，去尝试一下。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姐姐们。对，豹子粉，您知豹子粉啊，姐姐们，98，到手的是半斤，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它是有一股菌香味的，这样子啊，陈哥，你把我的豹子粉拿来给大家看一下，把豹子粉拿来给大家看一下，都还没给大家看一下呢哈。扣了一的姐姐们去拍，没有扣的不要去拍，好不好？因为我只上了10单，
你没有扣一，你去抢了。哎，我扣了一的姐姐们，他们就抢不到了，真的好。睡不着觉，头昏，吃这个真好，我吃了两年了。金姐是买过的人，吃过的人，吃过、喝过、用过的人，他才知道。没有吃过、没有喝过、没有用过的人，他是不知道的。他可能就觉得说，哦，你吹牛哟，有没有那么神哟？他不是说喝一次就好了，喝两次就好了哈，是慢慢的喝起来，慢慢的把身体养起来。懂得养生、懂得保养的人，这个少不了的。对，真的。是的，懂生活的人、高品质的人才知道的。对的哈，姐姐们，已经给你们上车了，98，到手的是整整的半斤明治爆汁粉，拍了的，我们回来，刚才扣了一的姐姐们拍了的，回来打个一拍加钱，看到没有？是这样子的，真正的，而且是纯粉吗？纯粉。破壁了的，它不是说那种哎有疙瘩有颗粒的那种，知道不？我拿个小小的，拿个什么东西给我弄一下。筷子。哦，筷子。我刚刚用这个筷子弄的。筷子，我拿个这个筷子反的方向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看得到吗，家人们？看到没有？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细腻。你们放心的去拍，98半斤买不了吃亏，你们只会觉得说哇真的很值。你们现在也可以马上去那个超市里面去看一下。现在这个点超市关门了没有？没有关门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晚上饭前一个小时吃很好，早上起来，哎，中午饭前那些吃都挺好的。我们也可以饭后一小时后吃，看到没有？它是有油的，家人们，它是有一点点的油的。为什么呢？你们看，它是破壁了的，只有破壁了的凝脂孢子粉，它才把所有的活性成分给它激发出来。没有破壁的，它是反复的经过了几道的破壁。才能把它的营养价值给它弄出来，知道不，家人们？看到没有？它是这样子的，非常的细腻，这样子连在一起，它是有一点点粘的，看到没有？因为它有一点点的油性，我们放在这个杯子里面的时候，它上面会敷一层油花，不是油花，是敷一层小小的油，看到没有，家人们？而且你们可能会担心说，哎，我们喝着会不会苦？一点都不苦。苦的凝脂孢子粉，你直接不管是在阿朱莫直播间买的，或者是去任何人直播间买的，直接马上给它退掉，知道吧？因为那是凝脂粉，它不是孢子粉。这个孢子粉它是凝脂，哎，凝脂长大了过后，哎，那种老的凝脂慢慢慢慢的给它喷发出来的那种，在那上面敷在那上面的一层，然后把它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给它去收集了过后，才有了这样子的孢子粉，知道吧？所以是。杠杠的，我们经常哎，老年人年纪大了，什么人群去吃啊？朱莫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下，小朋友其实不太建议小朋友去吃，为什么？这是老年人年纪大了的，我们拿去养身体，对不对？我们免疫力下降了的、低了的，我们可以去吃。哎，我们这里经常这里需要，哎呀哎呀这样子的，知道吧，姐姐们？我们可以去吃，知道吧？对，直接冲手喝，冲水喝。知道，姐姐们哈，千万不要用开水去冲，用50度的温水去冲水喝就可以了，因为开水它会把它的那个营养价值给它开水那个烫没有了，知道吧，姐姐们？然后呢，你们呢可以就是小小的一小勺就可以了，不要放多了，知道不？中午喝，晚上喝，真的，你们放心。你们喝了拿回去喝了一次过后，喝个大概5到7天，你都会觉得说你晚上睡觉都会好睡一些。为什么？因为我们晚上其实明明人很困，困得不得了，眼睛胀，眼睛痛了，心里面老感觉怎么样子，整个人没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整个人老觉得说哎呀像身上背了100斤一样，整个人没有那种放松的感觉，知道吧？你们拿回去喝起来试一下，知道吧，姐姐们？啊，是这个是凝脂孢子粉，一点都不苦，有一股纯正的菌香味。如果说哎我们喜欢喝甜的，你也可以加一点蜂蜜，可以加个冰糖，这样子喝，知道不，姐姐们？现在已经卖了9单了，只有1单了，哇，朱莫说话算数，只剩10单，最后1单谁拍了就是谁的，多的1单我都没有了啊，多的1单我就直接下掉了啊，家人们，现在已经只有最后1单了，姐姐们，98，今天您到手的是整整的半斤，哎，你们可以去超市里面去看一下，最近超市里面很多都在卖，因为过年了，大家都知道要拿去送礼。送人，但是他们送的是那个盒子，他们送的不是里面的那个东西，送的不是品质，
送的是那个盒子，盒子非常的精美，包装非常的精美。哇，那个老孙太懂了，我的天啊。对对对，有那些什么小这些，哎呀，你们都知道的，姐姐们，你们都知道的，不需要，其实经常喝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也可以去某度上面去搜索一下凝脂孢子粉它有什么作用，知道不，姐姐们啊。然后晚上经常睡不好的，这里晕乎乎的，哎呀啊，什么不能多说啊，姐姐们，来，我们自己去拍最后一单，我数五个数就直接给你们下掉了哈。真的，你们可以看一下，怎么说呢，不是说我们身上已经有那么大的疙瘩，这么大的疙瘩，哎，我们这里怎么样子了，我们哪里怎么样子了，哎，我们的要那种这里要那啥了，那种听得能听明白吗，家人们，能听明白的扣一，那种时候再去喝这个不管用了，知道吧，这个凝脂孢子粉是懂生活懂品质的人，对，懂得养生的他才会去，对，去喝的，说实话，对，而冬天了，比如说我们需要经常的去看那个大褂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喝起来，不是说我们已经有那种比如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了的时候再去吃没有用，我直接这么跟你说，那种我们还是要去看白大褂，我们身体是靠养的，而不是说要你有这些问题了再去那啥，那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去吃个不管用，知道吧，啊，我阿什么有一说一二说二，真的，那我不然我为了说我卖个东西，我说哎，你有这个毛病你去吃，不是的，如果说真的已经到了那种情况下的时候别吃这个了，它只能给你起到养的那种，知道吧，然后呢我们有那啥的时候，对，这个不太睡得好的我们就可以去吃，它是能给你调那啥，知道不，姐姐们啊，我们放心的去带哈，姐姐们，来，我数五个数就直接给你们下掉了哈，也谢谢我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的支持，你们今天拍了的明天给你们发货，你们来截个图吧，姐姐们可以吃，小朋友就是十一二岁以下的小朋友阿卓不介意去吃，因为小朋友他的抵抗力比大人好多了，说实话他的抵抗力比大人好多了，哎，我们经常熬夜的，抽烟的，喝酒的，你们都知道的，哎，经常坐在办公室电脑，哎，白天晚上的一直在加班熬夜的，一定要喝起来，真的，身体是靠养的，钱挣再多有什么用，是不是，钱挣的再多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也徒劳无用，是不是这么说的，反正哎呀我表达不清楚嘛，我知道我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比阿什么都懂，知道的哈，来，我们截个图，是破了壁的哈，姐姐们，是破了壁的，如果您收到不是破壁的凝脂孢子粉，如果您收到不是凝脂孢子粉，收到的是那种假的孢子粉，我阿什么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的哈，七天之内直接给我退，我把你的钱退给你，你把你的我的货退给我，就这么给大家保障，让你们放心的去拍，您收到的是那种苦的，哎，不是凝脂孢子粉，而是凝脂粉，凝脂粉它是拿那个凝脂去把它打成粉的，你直接给我退回来就可以了的哈，姐姐们，你们放心的去拍哈，来，数五个数，拍了的姐姐们截个图哈，拍了姐姐们还没有截图的我们截个图，我数五个数就直接给你们下掉了哈，对，放心的去吃，真的，而且你们看泡起来是非常好的，它是不要用开水去泡啊，不要用开水去泡，要用那种50度的温温水去冲服就可以了，看到没有姐姐们，哎呀，晚上阿强哥你刚刚喝的是这边是不是，那我喝这边，你喝的是哪边，别浪费了，这个挺好喝的，我也喝一点，我能不能喝，家人们，刚刚阿强哥喝过的能不能喝，能喝的扣个一，因为他感冒了，他头痛，他因为他工作压力真的超负荷了，他的工作超负荷了，他承受不了那么多的事情了，知道吧，家人们，能这么多人喝，这么多人都说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我喝啦，完全可以喝，那我喝了，他刚刚喝的是哪边哦，没有唇液，那我喝了哈，不能喝必须喝，谢谢这个什么关围观吗，这个字多，谢谢你们下单了，好的好的，今天拍了的明天通通给你们发货，还有阿朱再给大家说一下哈，你们可以过年的时候给你们的老年人带一点，给你们的老年人带一点，虽然我不是用那个盒子精美的盒子包装的，但是我觉得我们送礼送的是品质，
送的是好的东西，而不是说一个外观，像那种外面外观非常好看。去年我买过一箱苹果，我是去谁家来着，哇，那个外观非常的好，那个里面的苹果都酥了，对不对？我们卖的是品质，不是外观。我们可以给我们家里面的老年人，爷爷奶奶呀，哎，外公外婆呀，是不是老丈人老丈母娘呢，可以带一点，我们喝出来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感受得到的啊，姐姐们啊，我喝了啊，今天拍了的明天给大家发啊，今天拍的明天给大家发，年前你们都能收到，年前都能收到的话，到时候你们也好拿去送亲戚嘛，是不是？你们都是几号去拜年呀，家人们都是几号去拜年的？哇，有一点点凉了，我在这里放的有点久了，它要趁热的时候喝才好喝，稍微有一点点凉了，来，你自己再喝一点吧，给他自己再喝一点啊，家人们，来，数五个数，拍了的明天给大家发货啊，数五个数直接下掉了啊，拍不到的就没有了哈，家人们，我说了，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我这个人虽然是一个阿强哥教我的，有一句话怎么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哎，跟了阿强哥这样子的好男人，那我肯定也是要学他的，对不对？说一不二，说到做到，做不到的事情别去说，做不到的事情别去承诺，对不对？那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说我说给大家上多少就上多少，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啊！来，是五个数直接下掉。今天98到家的是直接给你们是灵芝孢子粉，好，家人们直接灵芝孢子粉半斤98，包邮到家的哈。5 4 3 2 1，我就给大家收起来了哈。放在那边边上，对的，谢谢，真的，其实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认可，真的，阿朱墨会一直一直加油，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我相信，哎，不管怎么说，哎，直播间的家人们收到了以后，给阿朱墨一个好评，对不对？那我这个事情给了我直播间的家人分享了这么好的事情，那这个也做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不是？回娘家就是初二，我看到好多人说在纠结，就是那个过年回老公家还是回娘家过年，就是远嫁的姐姐们啊，我直播间有多少姐姐呀，女神姐姐们，直播间的女神姐姐们，公主们扣个一，看看有多少，直播间的女神姐姐们，公主们扣个一，我看看有多少。我看到好多人说，哎呀，每年一到过年就在纠结于，哎，去谁家过年，去公公婆婆家过年，一拍，好的，谢谢，去公公婆婆家过年，还是去爸爸妈妈家过年，因为只有过年这段时间有空，是不是？有没有跟你们的老公就是发生过这些就是争执的？有没有直播间的家人们？因为要过年了，都是家家盼团圆的日子啊，对不对？家家盼团圆的日子都是怎么说呢？一年到头来可能都在忙奔波，都在忙工作，也就这么一点时间跟家里面的人好好的聚一下，对不对？抛开一切，好好的跟大家聚一下，是不是？所以说呢，阿朱墨呢也祝我直播间的所有姐姐阿姨们啊，能新年，对不对？龙年大吉，身体健康。健康是革命的本钱，有了好一个好的健好好的身体，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其他的对不对都不算事儿。身体不管是家里面的老人也好，小孩也好，自己也好，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的，对不对，家人们？谢谢亮的灯牌哈，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亮的灯牌，感谢，谢谢你们。好，谢谢大家，感谢你们一路以来对我们俩的认可和支持，一直这么鼓励着我们，谢谢大家，谢谢亮的灯牌，谢谢你们，是不是家人们？阿强哥呢喜欢阿朱墨和阿成，谢谢，阿成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哎，阿成他底下还有四个弟弟妹妹，好像是四个还是五个。
真的，阿成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他承担起了小小年纪，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真的，所以说非常的感谢你们这些就是叔叔阿姨们一路以来这么支持我们，鼓励我们，不管支持阿莫也好，支持阿成也好，或者说支持其他的家人朋友们也好，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这么有善良有爱心的你们，真的。所以说有这么善良这么有爱心的家人们，你们会越来越好的，也祝福你们啊家人们。阿成在吗？阿强他有点就是有一点感冒了，家人们，他有点感冒了。阿强他感冒了，就让他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好不好家人们？好的，打个好，因为阿强哥他有点感冒了。好不好？好的，打个好，家人们，让他休息一会儿吧，因为他这两天吧天气下降，泡泡脚是不是？其实说实话，家人们，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真不懂怎么去，你们教教我吧，我直播间的家人们，我真不懂怎么去，因为阿成哥他太好了，一直以来都是他在对我好，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去对他好，我要做什么。你们说像现在一样，像现在这样，阿强哥他感冒了，我应该做些什么？家人们，你们教教我好不好？我直播间的阿姨们，你们是怎么照顾叔叔们的？你们是怎么照顾叔叔们的？多教教我，对不对？因为你们都过得这么幸福，那我相信我和阿强哥，哎，对不对？有了直播间姐姐阿姨们的祝福、帮助、支持，还有教我们，我也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给他。